这里是酿酒厂。后面那个应该是酿酒的地方。我们下去哪里？去喝咖啡。等厨师出来，就是整天在吃就对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川辣贝。川辣贝是什么味的？川辣贝就是印度香料。它味道是什么？形容一下它，味道。就。就是因为印度人的香料的味道。啊，我嗅到了。还是hot chocolate比较好。我们来 course。现在肚子又饿了。肚子太恐怖了，肚子饿了。要买花给我。买花。我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刷酷。嗯。哦，超大力！你要偷得够大力啊！这个饼要偷更大力。萝卜，这里人是吃小颗的。哦。这个比较嫩哦，又比较硬哦。这可以直接像 fresh 吃。什么？阿弟巧。这是什么关键卖吗？哇，是用这个啊！先把它点点点。我如果没踩错他们的那个系统，是你网上订购了过后，给他们帮忙打包。啊，你可以订啊，拿回家。再录一下。我们现在是在 Pub 的市中心，很有。已经订了一个好像很够力的那个餐厅。这个可能是要那种娱乐欢迎单一样的。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的餐厅 ，Addition Kitchen， 风很大。对啊。它的 menu 有分比较 light 的到 heavy 的 meal， 而且是 shan。这是刚才你拿的那个观音花，开动吧，压干。还有点像哭嘛，不懂要讲解释。这样有没有融化的感觉？看看真的好吃哎，这个。吃早餐。水滴，然后我已经以为要用这一个来弄，然后没有啦，用手吃。它就是叉烧包，可是外面是脆的。好吃吧 ？OK 啊，不一样的口感。很大份。很大份，可是我觉得是很正宗的，应该是蛮正宗的香港点心，因为全部都是香港的。天气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想说今天晚上煮一下火锅，所以那个厨师就带我们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要去买，今天晚上的食材。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，在这边也可以买得到，这是买火锅料的好地方。Asian 的 food 的酱料啊 ，frozen 的啦，然后你看 nasi goreng 这些 seasoning 啊，其实就是一个杂货店啊。晚上的战利品。特别对。昨晚上煮什么汤？晚上我们煮酸菜白锅，还有麻辣。现在我要
准备等一下晚餐你们吃的火锅料。现在我现在把它洗清洁。这边的食材跟马来西亚的食材什么不一样？你看看 Spring Onion 就知道，那个火烤这食材，这菜很贵啊。你看这里也有卖海底捞，很方便。这样是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弄干的话，等下就会烂烂掉。这个哦，你一定要给它开掉，然后很容易的，一定要找平的盘，就是这样放，然后就把它轻轻。哦。嗯，豆腐呗，尽量不要太大，小会等下煮的时候它就会烂掉了。哎，可是这个豆腐很蛮硬的。厨师不会开那个 gas stove， 要打电话求救。看下水，你看，求救中。这样子的，啊！是因为我不会用这个东西，不会，大厨师不用这个东西，这种家用的他不会的。你不要只拍一次背景是吗？我已经拍了。我是会。女主人，你觉得今天的晚餐怎么样？这个非常好，一个人看到食物，又摆得这么漂亮，幸福的感觉。巧克力甜花，不然就是任性，一次过买一塔。这个很像很够力。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刺吧？